起来了。哎，你看今晚朋友多捧场，真是。不过其实我哥呀，唱的也算真不错了，真是一个二战演员把歌曲唱到这程度，说也不错了，给他来点掌声鼓励一下，行不行？唱的真挺好。谢，感谢朋友。汗都出来了，让他歇一会儿吧，真是。不能说唱的。别打这嗓子，也该怎么了，坏了。死鬼慢慢来呗，臭不要脸！这么着急干啥呀？干啥你也慢慢玩呗，你就一点回家，你就孩子不睡，啥事也干不上，是不是？慢慢来，一点一点来。我就说那意思，你让孩子喘口气儿，你这多累呢，瞅着这汗滋滋的，这火走一惊要往上攻，还多赖力。我这是脑袋妈呀，这是啊！说那话，我不唱歌唱不能太原版，但是朋友们嘛，我唱就这鱼的歌，张雨生的，我上北京比赛获奖了。完了，我这奖不太理想，我就不当咱们哈尔滨每一朋友公布了，要掉链子事儿。说说呗，这几名你就说吧。第三名你说的干？我跟你说，二人转演员最能忽悠。一问说第几名啊？说第二名。说几个人啊？就两个人。你这就三个人吧？放你家的五谷玲珑、月光电缆屁，你说啥？人我那是正规的演出比赛，102个人呢，我能一百零二个人，你得第三名，不太理想。那还不理想，多厉害！你第一名几个人吧？别老瞎问，一个吧还能几个？第二名呢？也一个，这多厉害！第三名吧，100个。这得问一下，啥他妈问？那么闹心，你随时到进去吧，给他别把那台阶踢坏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都他妈包人好几个了。笑啦，他后屁股双击咱那个轮子死，我跟你说。你说你老蹦的啥，你就稳当站一会儿呗。再说你瞅着穿这衣服多好看，其实不瞒哥哥姐姐说，就是演员吧，他让我去嘛，他说的你给我挑个另类点的，我就到那个叫什么马克威商场去给他挑一件，真事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二人转演员你穿的就那有啥的。不够我买另外点的吗？这他妈是线裤，这是。他净他妈挑了我朋友们。头两天我说媳妇儿，我是舞台不让光膀，因为啥呢？就观众他不礼貌。我说你买小衫穿呗，也不贵。老公你放心，我给你买去。洗澡去的，4:30。买回我还没睡醒，老公你穿你还好看不？我都没睡醒，我迷得糊我就套上了。我一穿呢，我还挺稀罕的，还他妈鸡心领呢。你谁也看不出来。我拽下来，这天。这出汗了，娃娃，哎呀妈，都湿了。我这小品演的也不错，朋友们，别红眼了。给大家多来两个，多来点。我唱完演完小品，我这给大家多来两个歌，真事的。我的演出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啊，我就寻思你们的掌声，你们掌声激烈，我再多玩一会儿。行，就干了一点半，朋友们，欧不？就玩了。行，我的江龙欢乐队，咱不管那事，玩呗。慢慢来，哥，你演个啥呀？还没介绍呢。《大话西游》。那你扮演谁呀？我扮演唐僧。哦。唐僧，大家对这个四大名著这里边是这里头非常熟悉的，因为唐僧是这个《西游记》里边最帅的人。你穿的是啥呀？袈裟。跟你说，他就是有才，他就知道用这玩意做袈裟。怎么唐僧还穿这玩意啊？哎呦我的爹呀！你那是屁股还是脸呢？这是唐僧的飘带吗？这啥意思？生日快乐！哎呦，还有才！说你们谁看着个唐僧还带夹包的哈？真服了！拿着啥避雷针呢？寒杖这是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唐僧要像你这出啊，他们一辈子也取不着经。咱俩就进入人物啊，开始吧，进入剧情，开始啊，进点戏演员啊，行，开始来。弟弟哥哥，八戒，喊谁呢？谁是八戒呀、啊？不是，你让朋友们作证，我演唐僧，你告诉我你演谁了吗？丫呀，我演女儿国的国王，叫我女王吧。女王吧？什么女王吧呀？女王。女王啊，女王陛下也行。二位来，弟弟哥哥，女王陛下，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伊拉克。伊拉克呀，太他妈远了吧？很远了。远了。
那平房。平房也不对呀，你们家唐僧搁平房来的。我搁哪来的？给我打懵了都啊。你从东土大唐而来。对，东土。没问你的地方。帝帝哥哥。帝王陛下。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东土大唐。这不是对吗？对着他妈打两下是吧？我让你弟给我下回就这么说。嗯呐。玉帝哥哥。女王陛下。那你又要到何处而去呢？你猜呢？我上哪猜去？我你这人可真欠揍哈！你唐僧上哪？你问我呀？我不给你个机会吗？你想知道吗？想啊。那我不说。没打着，没打着，你妈屁股长白毛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你这什么唐僧啊？我是变态唐僧。老妹你说为什么呢？哎呀，一天不够你嘚瑟的，你可是你到火焰山上了吧，又得烫脚是不？你这可真是大话西游哈，你这什么唐僧啊这是？说你上哪去？你问我呀？我上哪去啊？你上西天去知不知道？我干什么去啊？你上西天的主要目的就是拜佛取经。取谁？取经。取经？对。嗯，那就不用去了。咋不去了呢？我自个儿就有。我要的是真经。你妈的，我这也不是水货啊！哎呦我操！给我滚！我想你到底是不是唐僧啊？唱，我不演唐僧，我演霍元甲呢，我呀。说你到底留不留着吧？不是我这人留你住两天。我说了不算。你咋说了不算？我那朋友吧邀请我去的，那不去多不好啊。啊，我打电话问问他行吗？啊，我还有没有替我去取去？我看啊，这玩意还能替呀？那我得看看问问他呀。你还有电话？哎呦，唐僧又使悟空给我变的，这是。喂，喂，哎喂，来哥啊，来哥，如来，这朋友。喂，来哥啊，我小唐，取经那个想起来没？啊，那我到女儿国了。哎呦我操，老狠了，打你爸的，是吗？啊，你俩认识啊？在一块吃过饭是吧？我提你能好使吗？你别提完你相对严重的破蛋了。那我到女儿国啊，对，我到哈尔滨打个岔，演出来不找朋友，演出。观众姐，哎呀，老喊我了，姐儿啊，就感动啊！愿意鼓掌吗？还行吧，不急啥的。来哥，给你们带个话，朋友。